你为何对妖如此痛恨? 因为我母亲就是被妖狐所杀。传说中, 我的母亲就是只妖狐。 我少小离家, 为的就是斩杀世上所有的妖魔。 妖物都是吸收世间上的执念和贪欲才得以成妖。荒唐！你竟然有妖物作为食神，你有什么资格参加祭天大典？是啊，苦恼。有人打破了皇宫的守护法阵。伯牙，凶手是谁？公主。 把秦明拿下，守护秦明大人。伯牙，秦明大人，去救伯牙。这里交给我跟杀神师。食神和阴阳师一旦建立关系。 就是众生侍奉，生死交锋，此生无悔，侍奉为荣。秦明，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让我做你的侍神。